唉，睇都系唔生小朋友好啲。我谂唔结婚稳阵啲。咁又唔系喎，如果生到好似我咁优秀咧，咁就算离家出走都唔惊啦。晴晴啊，而家净系得爹哋咋？你坦白同我讲，你系咪嬲妈咪俾你学芭蕾舞？其实妈咪都系想你好，想你学多啲嘢啊嘛。OK， 咁你坦白同爹哋讲，你唔想学芭蕾舞，你想学啲咩？咩都应承你，好唔好？真系？哎呀，氹住先好唔好？系啊，咁你唔学芭蕾舞，你想学啲咩嘢啊？晴晴，妈咪啊，爹哋，你呃人，又话得你自己一个。咁妈咪都想喺侧边听下啊嘛。其他技能啊，你唔怕第时输俾人咩？我跳唔到芭蕾舞，唔代表我唔识计数，唔代表我唔识作文。但系其他同学都有学嘢，你唔想同其他同学一样咩？妈咪，你咁冇学芭蕾舞啦，你咪又系好弟弟。我都冇将你哋同其他父母比较，点解你成日将我同其他小朋友比较？依然学嗰样就追唔上人，你其实系想将自己做唔到嘅丢俾我做啫嘛？哦，佢识谂到你啊！你又未见过我细个，晴晴。不平等條約嚟嘅喎，你唔讀就唔出嚟。讀讀讀讀讀，估唔到成世人要讀兩次誓言啊！讀啦，讀唔讀啊？哦，而家讀，而家讀，而家讀。由今日開始，張智良、林嘉莉不得再逼張家晴學習過多知識。大聲啲啊，聽唔清啊！哦，好好好好好。需要讓張家晴有偷懶嘅時間。從今以後，張林會尊重張家晴的個人意願，讓他自由選擇學習內容。如違反以上內容，張家晴有權不再理會張智良、林嘉莉二人。讀完啦，晴晴，開門啦！你嚇死爹哋媽咪咯！你以後唔可以再咁走咗，知唔知道啊？咦，你好臭啊！臭啊，有咩？又係少少喎。你啊，臭死你！跌咗啲，你跌咗啲，你跌。生小朋友幾好？你頭先唔係咁講噶喎。係咩？冇啊。